没选上干嘛？我怎么了？只要谈恋爱抢人家男朋友干嘛？你是怎样？你来我家到底想怎样？我只是觉得联考要到了，我应该要好好读书，而且你爸你妈应该要知道你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。我在谈恋爱，你插什么头？你好好的怎么去成沙？跑去跟人家打架？没有。没有，小子没出息，抢人家男朋友跟他打架、啊。我没有抢人家男朋友。没有抢男朋友，人家上门怎样？阿汉，你们两个是最好的朋友，不要为了感情这种事吵架。心里还小。张爸爸，张妈妈，如果没有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再见。你回来。我问你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好朋友不要吵架。所以我们只能是好朋友吗？张汉，我是为你好。上大学之后再交女朋友哈。张妈妈。如果他上大学后不交呢？那没关系啊，那还很早。那如果他一直都不交呢？黄波德，你少无聊了好不好？我有没有交男朋友，关你什么事啊？那现在是谁没中？那现在是谁没中啊？你可不可以不要再来烦我了，好不好？不要找麻烦，好不好？我拜托你了。好。啊。我喜欢的不是那个男生，我喜欢的是张家汉。你够了没有啊？你够了没？不要再烦我好不好？我敢说出我喜欢的人是谁，你敢不敢？你是疯了吗？你是疯了吗，张家汉？你可不可以不要是同性恋啊？同性恋怎么了？同性恋很恶心吗？你如果觉得同性恋很恶心，你当面跟我说啊！你现在就当面跟我说啊！你说啊！你去哪里啦？